我们波波老师对上的是我们的 Carmen Sia 哈，看得出来待会有一场手之间的战争可以看了。 DJ 余阳 You ready? Everybody are you ready? 国际街舞艺术节 Semi-Final Ready的确的确看到了一场非常精彩的 battle， 给他们两位一点热情的掌声好不好？对，这就是我这么喜欢 Waking 的原因，真的对我来说 Waking 每一个动作就像是艺术品一样，每一个 pose 都真的好美丽啊。好了，这一场对决就是我们 Carmen C 对上的是、啊、可以算是卡鲁 B 的这样的一个对决啊。对， Bobo 老师嘛， B 仔来了，没错，两边都是我们 Waking 的高手，到底我们评审老师喜欢的会是哪一位呢？ Semi Final 能够进入决赛的会是谁呢？ Judge Ready 3, 2, 1。 等一下，我看到了，我们观众期待了，再来一次。One more run, baby. One more run. I know it. I know. 我就知道，我就是要这个样子。OK，
好了 ，one more run， 所以没有退路了。我们刚刚前面有讲过，攻守不交换，所以又是宝宝老师先攻三十秒的时间。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拿出你们的黄无神，来看一下我们再一次的对决吧。Ready go， four three two one。跳得这么爽，也让我们看得这么开心，也给我们的 DJ 宇安一点热情的掌声，好不好？对，没错，我们每一场活动每一个环节都非常的重要啊！我不希望每一个人都当影舞者，可以的话，必要的话，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认识他们，也谢谢我们 DJ 宇安。好的，没有退路了，这是我们的再一次的对决，也是我们评审老师这一次直接就下定决心，给他们一个痛快吧 ！All right, all the judges, three, two, one。恭喜 Mr. Popo